酷吧？撞虾啊！啊，还是呢？要去哦，这你就知啊哈！哦，开这什么 ？B N W B N W 来去看 B N W， 来去看 B N W， 哪一台 B N W？去了就知道了。Okay, 其实我知道，你知道了，知道你还问，走吧，去了就知道了，不能说太多。走，阿姐，帅吧？这么潇洒啊？对啊，我小姐姐也加。小姐姐，为什么叫小姐姐？人家本来是有啊，我们把它撕下来了，你看。嗯、欸，真的。它本来贴在后面的、啊。我怕被太多人买，所以把它撕下来。太多人买不是很好啊。我们卖的是车，不是卖的小姐姐。哦，对，来了解我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对对对，好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上车上车，来不及了哈。对，你要干嘛？开山你嘛，开安尼好啊，开安个，开安尼啊，好好对啊，盖啊，盖啊哈，好啦，你贴出来就盖，我帮你预约好啊，好不好？你帮我预约，开钱我来做搞的啊，你是帮人开钱啊，帮我开钱啊，做搞的，啊，要去倒位？打卡哇，阿姐嘛，要新加油，新加油，打开我开到这拢没油。ご覧の番組は CL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好快点啊！好快点啊！哇塞，水！你头看到三层楼啊？老实讲，我不会。我冇冇。好，下车。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对。好啊，其他的就是下集。对，就是下集。对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今天试一台320。320。走错路边。走错路边。对，好，下车喽。开心。主角出现了。有没有？我一看就知道是1982年的。为什么？连这种老车啊，那你看习惯性他会挑跟年份一样。啊，你说车牌是？对啊。哇。有没有？我是1999的。你是1999。还练局。这是最早的那一台吧？对不对？一二一。这我嘛不要混嘞。一二一啦 ，A B C D 的一啦，三的第一台啦。对啊。1983就停产。1983就换成130，它发动的时候要红火一下的，它没办法像现在车子一下子砰就发起来，类似要修个补一下呢，那个感觉对对对对对。后来我问人家保养厂，他是说也可能是汽油泵比较不够力，让它先打转一下，对，让它先慢慢打过来，好，那过一会就可以了。一定要等一下就对了。对，一定要等一下，尤其天冷的话，要等的时间再稍微长一点。哦，好，你看这样子一发就起来了，机械喷射。这是机械的，对啊，机械喷射，对，机喷的。啊，可以等下机喷啊，电喷那赶，我赶快。我唔知啊，我打激情啊，速度与激情。这个它是手这样伸进去的，可以这样子翻，对不对？手这样伸进去，这样看。啊，对。哇，好酷！你看，我刚看了一下，很奇怪，怎么没有？怎样？你在这啊？啊，我差点被困在里面了，我要一辈子住在里面。酷吧，就是你手要伸进去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撩了。其实你开习惯了就很顺手。啊，引擎盖在这边。哎，对对对，那就跟130的一样了。130引擎盖是在那边。差一点都比我老了。整个漏油的部分我都去弄好了啦，但是我弄好也应该5、6年了。还有电池是怎么样？今年3月才去换的。所以发动的问题的话，你都不用担心别的，只有保险丝的问题。保险丝有脱落掉，它才会发不动。那它还算。蛮顺畅的啦，蛮正常的啦，是一直一样，它也是这样打开往前翻的。嗯，对啊。它内装是不是有整理过？我内装没有整理过，就那样。所以它原来就这样。对，原来就那样子。哇，它保持得很好。里面它其实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它不是被拆掉的，但它只有这块脚踏垫脏了，我不要，我把它丢掉了。它这个就是30、40年前的电器，那这个是我自己漆上去的，因为我觉得它的漆有点掉了。我知道，醉了就得不喷过。这个应该是有喷过的，但是我没有喷。去年的4、5月重考的时候，是他不愿意帮我做里面。哦，你说外表而已。他说改电话不爱改用，改变不爱做外靠。你记一下。高油啊，加油啊，油！哇塞，这么粗、喔！加油孔啊，好粗哦、喔！你看以前的，你看它有 logo 嘞，哇，接 TI 啊，它应该是原本应该插在这里啊。我有上次有问过一个保养厂，他说如果这个废弃的那个比较好的话，它会更省油。哦，
对 啊我是觉得反正我开的也不多，耗油就耗油，能跑就好能开就好了。哎呀，哇，你真的眼睛够派，可能拢磨到你嘛，一定用爆轨啊。对啊，一定用爆轨，处理过了没多久它就会，对，这车都是这样的，除非你把它放在室内，都是有类似像除湿机这样，这样才会持久。这皮孔跟我一样大，现在皮孔都可以塞进去了，对不对？演变了没有？不要说现在了，大概十年左右的车，一颗大就是这么大了。哦，可是他们说，就是新的皮孔那么大，就是要致敬这个啊。致敬这个，对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也是长型的嘛，没有。哦，可是它没那么大啊，哈，大到惊死人！哎，今麦怎样？我头都可以进去了，欸、很帅、欸，很帅吧？野马卖了吧？等一下，我开这台好。哦，好啊。我想说是手牌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是手牌，手牌的是我开嘛。可是自牌你可以开啊，叫美拜的哈。不错啊。是吧？啊，我车卖咩？厝卖咩啊？那三卖开野马啦。中山。哈。啊。野马无这台帅啦。哈。开野马较袂掉车，开这类。可是你开 BMW 无掉车了，别再讲你开过 BMW。对对对对。對卡是差好啊，不能把我难看到，舍不得，舍不得，我觉得，我还是觉得好像有点舍不得，不晓得，还不知道，是不是已故还、哦、还蛮不知道，哦、是六大级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我带卡、啊，他刷，他可以刷，咋会弯呢？他说里面坐一下，好，椅啊，你看，这弄弄椅啊，来盖，你看，对啊，你为什么不弄一个？你弄一个给我坐好不好？好啊。我赛车椅，你不要赛车椅好啊，真正无问题，帅啊，没卡到啊。哎、欸，好好好，谢谢，没有饮料啊，没不会不会，谢谢。水就老了，我坐一下椅子，啊，这拢家己用的哦。那个座是叫人叫白刚帮我用的啊，要不然我哪会坐那个座？那、椅子去买的啦。我知道啊，就人家拆下来的。啊，怕电动啊。我不叫玻璃啊。对哇。越来越屌了，我觉得我那一台太新了。你觉得你那台太新了？太新了。哦，2003年，啊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这样讲了啦 ，BMW 真的很难顾，嗯，可以顾到现在真的是不容易。反而是老宾士比较多，你不觉得吗？很奇怪哈。对啊，对啊，老宾士有人在玩啊，老 BMW 有人玩 U， 可是比较少，很少。真的是烧了钱，真的是不一样的。啊，多少这些套厅也看我多。你看，你第一啦，为什么这样讲？车位是一个问题。哎，30年一个好了，车位就便宜2000块了。你放30年，这样要多少钱？啊，我不会算的，你帮我算一下。哦，备品、啊，新的啦，新的。啊，因为我用那个保鲜膜包起来，它比较不会生锈。哦，对。哦，我只有买到这两个，中间这个买不到，没办法，只有买到那两个。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哎，这真正都，你看这是，哎，不就那我留着也没有用啊。对啊，对啊，那给你们，如果你们要卖的时候，也会是有加分啊，对不对？当做备品啊。哇塞，就刚屋哎，30年停车位要，你认真在算哦，你算好了吗？72万，还都不能涨价哦。对，你有没有算通膨？会不会下一台飙老？应该没有了哈，搞不好有哎、欸。哦，今天来到这里，真的林口真的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。嗯，有人捐那个公益车嘛，还是林口这边、嗯？啊，这个是李大哥放在家里收藏几年了。嗯，啊，这个头很漂亮，这很漂亮，整车还重新烤漆，可是还是敌不过岁月啊，久了还是有一点破起来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所以我们把它买回去。卖给泰山，啊，卖给我，哈，什么都卖给泰山，泰山到底几台车？这个比我们上次那个130还老哎，这是要好好照顾。我等下开，我慢慢开啊。最新世代跟最老的世代，完全味道都不一样了。对，怎么差那么多？整个都不一样了。好了，回去。对，要回去了。
喜欢的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回去有的时候我们再继续检查一下。回去，对啊，给小师闲一下。对，应该不能闲了吧？这老气啊，真的。对啊，好，先回去了。好，回去。好。闹脾气了，不想走。我带你好的地方，好的地方。好了，发动了。再等一下好了。因为切这样子哦，我听他们讲会这样很伤那个启动马达。哦，好，不要这样子。有放了。好，谢谢你大哥哦。对，谢谢你啊，隔壁啊。不会。好，先走喽。是这个、啊，对啊，啊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没有喇叭、啊，这边也没有气囊啊，这么帅气，对吧？赞哦，好看吗？还不错了，就老车了，算不错了。以老车来讲，算很好了。可是不晓得是几速的，你有做光刻几速的？我刚刚90，大概都3500转，四速吧？你说表底200，你刚刚没开到200、啊，不敢啦，小弟不敢开那么快，酷哦，应该给减了，你看加减，对啊，这个。啊，他贴的这个是要干嘛？应该也是一样的，应该是一样的。他怕水又跑进去嘛，贴起来了。哦 ，BNW 老 BNW 老 B， 对啊，在路上都在想，还是老 B 比较好。为什么？不会有奇奇怪怪的。当然啦。呀，亮灯了，超帅。还是老 B 好。讲的哇，你好酷哦！一亮灯我都没有灯给亮的呀。开，觉得还是老的好，还是老的好了。喝了。我说情人却是老的风。喜欢就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。好，啊啊啊啊，我还买更多的老车啊，挑战比这台更老的。还要挑战？对，啊，1982嘛。对啊，感觉1970的。1970的那可能有点难，然后有点难了，没关系。这台车比我大，那我比你大，比我小3岁，啊，比你小3岁啊？没有啊，我几年车我都忘记了。我1970的啊，不止啊，小我很多了。对啊。